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采访你一下，为什么我看你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你很积极的在处理这个事情，你有什么特别的？那我是国家别长，工会秘书，国家狮子。那你怎么会选择做这样一个行业呢？你怎么会选择要做这样一个行业？是因为家里有人这样吗？就自己的选择。哦，你自己的选择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选择？这不是一条很简单的路，就觉得这是该做的。你大学是学这个的吗？社会系或什么？社工。哦，对，我就说嘛，应该是对社会有点感觉。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。我可不可以请问你，您是一个年轻人，你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边，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吗？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站出来，然后把这个事情。我的爱马政府！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Thank you.